来了，小伙伴们，大海又退潮了，带上我的工兵铲，我们一起出发赶海喽。这个螃蟹的脸像什么？哼，是不是像关公的脸？就是有点胖。发现一个海藻，收了，带走，又来好货了啊。石头上一只鲍鱼，看看，哇，真滑溜，快看这石头下面，发现了大钳子露在外面，我去，好大一只。刚才抓了一只小河豚，放了吧，喜欢这个小可爱的打个666。这是干嘛呢？大白天的，哎，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吧，你看还在动呢，大海中的大海肠，这是好东西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